好了，有了有了啊！朝政治，看一下，开戏呀，开戏呀啦，嘿啦，一，对了哈，先开始了哈，等一下哦，我敲一下，我敲接哦。好，大家好，晚上好，因为又一个礼拜不见了啦，又回来了，我敲一下这个视窗啊，靠边。好。然后因为，哦嘿，无聊，先开始啊，然后等一下等人多的时候就来可以讲解一下这次大陆的一些东西啦。嗨，哦，大家好，同学。应该等一下8点人才会到齐来哦，真的很久不见了，感觉去大陆5天了，好像去了5个月5年这样子。然后操你，又遇到那个双鱼，刚好我觉得这边就真的很不安了啊！我已经8可能就还没有遇到双鱼，就去大陆这5天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啊，真的。就那边的东西都真的很脏点呐，哦啊，东西那没变安尼啦吼，东西。完全都不用冰啊！反正就是我比较觉得这一次比较挑剔的地方，就是应该是吃的方面。对，看一下。哎呀！好，没有了，拜拜。啊，谢谢谢谢谢。通神哦，哦，就是这次因为，好，8点了哦，差不多开始了哈、哦。因为这次就是我们就是邀请受邀过去哈。哦参加 WCA 2014的刀塔这个比赛啊，然后有一些知名的实况，好像同仁他们代言的啊，那斯哥啊、杰哥啊、凤梨妹啊、东海啊，他们都有去啊，还有一些知名的实况组哦，这边就不用。如果你们有去 follow 他们的，有些台湾的知名实况也有去哦，对，看到他们真面目这样子啦哈，我有看到他们真面目，就大家都蛮不错的哈。都什么游戏都有玩了、啊，他们有玩刀塔，有玩神魔啊，什么都，还有玩一些音乐游戏这样子啊，吼、哦，就大家在那边交流打赛啊，吼、哦，对啊，然后统神就是，诶，基本上他还是蛮好相处的啊，那统神，对啊，哎呀，统神真的蛮会吃的，真的蛮会吃的，哦，诶，可是他好像那几天有瘦下来的哈、哦，好像感觉他那几天有瘦下来，真的啊，因为，哎呀。就可能大家水土不服啊，我那边呢，早晚温差蛮大的了啊、哦，温差蛮大的。好，我们现在打这个什么蛙哥啦啊，这个星光卡，然后留到实况再打了哦。然后一边打一边分享了，我要看我要买一些零食回来给大家吃啊。这个枸杞软糖啊，可能那个
宁夏特产，宁夏养生之果，枸杞果膏。哦，就这样子啊、哦，就一堆简体字。等一下，等一下，现在很忙，这样子我想要拍什么忘不对。好、哦，我脑袋累了。哎呀呀，哎呀呀，哦。昨天展览叫我直接用一个最快的啦，我就直接听他的话、啊、直接听他的话，我直接用一个最快的来打啦，然后要洗嘛，好吗？就这样子啦。展览叫我一定要放什么异界啊、木妹啊，展览叫我放的啦。昨天因为我也没有去研究这个什么话，这样子哈。我们现在打这个啦，希望是遇到兽啦，我就可以解放光哀了啦，齁。喂，对啦，至少都可以解决后面那两个。好，就这样子。来。对。然后我可能一边聊，因为我前一个小时也是玩神魔，后一个小时我们就来玩刀打，然后我们就是会陆续会介绍去大陆的一些心情啊。礼拜四节目我会介绍一些特别的东西啦，你看。来，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成都特产，成都特产麻麻饼啊，麻饼啊、哦，用芝麻做的饼，让你哎哦，好啦，这个光盘应该一开始也是喜剧人啊、哦，啊、嗯哦，一开始就喜剧人啊，喜剧人就对了，喜到他妈妈都不认识他，然后你看，我带了这个。那个也是成都特产，白芙蓉，白芙蓉，看四川，然后它的景点叫九寨滔，大家滔什么哈？九寨滔，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景点要叫九寨滔，这个白芙蓉，芙蓉糕的样子，这样子，哎，好嘞，啊，就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们礼拜四再来介绍哦。礼拜是再来慢慢的介绍给各位观众们，大家看到没有？礼拜是真的刺激的来了，真正的东西吃吃有没有？大陆奇那个什么？大陆特别的东西有没有？礼拜是的东西吃，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啊！绝对精彩，九寨沟靠北是九寨，是九寨沟，我怎么九寨涛嘞？我的妈，九寨沟。啊，随便啦！哎、欸，大陆东西就这样子啦。哇，九寨，嗯，你看，哎、欸，为什么你们都知道？为什么能看得出来？哎、欸，能学过啊？所以就证明我是真正的台湾人，你知道？我现在那边都讲台语，哎、欸，那边讲台语好啊。有人问我卖水的小妹妹问我说：“哈，你是从哪来啦？”我讲我台湾人啦，我讲我台湾人啦，哦。他怎么傻掉？他怎么听不懂啊？我拢讲我台湾人咧，对啊，问我从哪儿来啊？后腰死了，啊！对啊，我刚刚在那边就是一直讲一些台湾话，他们就听不懂了。好、哦，这边是打15下的 CD3 了，所以你免惊，伊甲你拍死啦吼。所以我们这样子不要有那个木珠啦，我们这边要打15下，我操，少了一个木珠，又少了一个输出，好吧。来咱家的包回来，哎啊，哇塞！然后那几天真的都不能连，因为没有 VPN， 只有第一天有用到 VPN， 然后有很多天就是很不方便，没办法及时分享一些状态给大家说了。对了，至少好了八成了，我没有去干医生了，我无敌铁金刚，然后泡上小雨欣来吼，安利来吼。然后这边就是你要开爆发一次带走他们了吼，我立了红带走了安利吼，所以这边呢其实。你就是也不要跟他客气了啦，就直接一次干掉了齁。
反正就差不多啦吼，拢差不多啦。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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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乔乔他有办漫游啊，我没有办啊，我可怜人呢，然后省了一天399要省下来啊，可怜人啊，没一办的啦吼。然后来到这只，这只王八蛋吼，这只王八蛋咱就慢慢磨他啦吼。禽兽哦，兽哦，无乖无乖，靠背。靠背了，怎么办？我感觉我会被带走呢。这样的猪我感觉不够呢，操，天天这样了。不够啦，阿林娘，阿林娘，干，开始叠人，好，干，被标了。敢想说他只会叠三颗下来，想要靠腰居然叠了那么多颗，害我一开始就惊慌失措啊！干，好、哦，不要去探测人家知名实况的隐私，我们都有聊天，有一些知名实况有人知道鱼竿扭曲哦，就是阿谦啊，我有跟阿谦聊天啊，菜渣啊，小龟啊，哈、哦，我们都知名实况组都有去啊，哈、哦，对啊，就跟啊。其实大家都蛮有梗，很好笑，很好玩嘛，哈、哦，对啊，对啊。然后十一点我会跟新培开第一实况啊，那啦哈，十一点会跟新培一起开第一实况，主要是这次就是大家去那边就参加比赛嘛，哈、哦，就说要去参加比赛啊，然后看一下那边的人文风情啊，哈、哦，第一次麦卡贝是出外景哈、哦，居然出到大陆这样子啊，我也是。那边采访一下选手啊，也会采访那当地的一些特产美食啊、景点这样子啊，我们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去这样去的这样子啊，哎呀、啊，安尼啦哈，对啦，总之啊哈，总之这一次大陆行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经验的哈，还是一个蛮不错经验的。嗯哼，鱼竿照片都遮住，你们这些小色鬼啊，都只想看人家照片啊。对啊，神秘哦，你们是很神秘哦。对啊，真的。对啊，这样才有想象的空间。像是我们导播姐超正的，她也是不露脸啊，就是要让你们大家一起去想象她长得多正，你知道吗？嗯、对、啊，我们都保护得很彻底，好不好？有没有？欸、没有啦，我是算是那边的主持人加选手啊，那个啦哈，哎呀，第一集能不能用吸拉锅？等我这边十点过后，我再来研究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吸拉锅这样子的哈，再到时候再想一下到底能不能用吸拉锅，我会再思考一下这样子。所以这边直接不要开了好不好？帮忙哎，帮忙带走。可是我怕我异界没出来啊，异界没出来，先让他掏一下。我操！
哦，然后这边就是要留一个包，因为我们现在留的技能是为了最后一关到底出哪一只为准备了哦，反正出哪一只就打哪一只了，我已经无所谓了。嗯，好了，他装备已经死了啦，装备死了，好，哎呀，压那个技啊哈，嗯。我们有请摄影师去啊，帮我们拍个那个景象这样子。嗯，啊，没有遇到秋风哈，没有去，就是有四，反正就是有刀塔的那些人嘛。我操，真的操！哎，嗯，直接把牌上去的。啊，女人就女人啦，随便的啦。啊，拿到女人啦。女人，我可以来练那个双太子，你知道吗？双太子，安妮娜哈。对对，我还有太子可以生活，安妮娜。啊，女人可以，对啊，我记得女人一定要排啊。对不对，伊就是安尼啦吼，伊就是安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有什么挖格东西了？我觉得，因为去大五天，其实我神魔也是玩的就太多东西了，一直爬那个101啊，我爬到106层了，就没打了。嗯，然后来吃一只诶灵魂石的哦，吃灵魂石的。嘿。因为之后的改版就是要有兽啦齁，我们如果光挨就是要有那一只，因为我还有留那个啊，我有留钥匙，就之后解放会用。女人就是可以人类嘛，我觉得以后哪一只素材都要留啦，我觉得可能都要需要留的啦。对啊，可能素材都要留啦。来啦齁，然后11点一样啦齁，11点一样我更新本位来加开第一直播齁，第一直播太上老君了齁，太上老君了呢，太上老君了。然后等一下我再来研究关卡怎么打这样子齁，你们再来研究关卡怎么打。你看那个捣药兔很多只了齁，捣药兔24万，好，27级啦齁。好，13分。齁，因为大家都比较期待今天晚上第一集，因为是新开的啦。那一只就是太上木属性，好像就是木希腊用的，就是全体转换木珠啦齁，全体可以搞个木珠啦齁。来。然后我们现在呢看这个，哎 ,OK, 我们来打个禽兽齁，然后抽丝网齁。目前我已经有两部影片希腊的影片上去了啦，现在还有这个中华转珠侠这个 ID 不错啊，那我们就来用这个啦。这不是这里那不是这里。我的禽兽队跑去哪边死了。哦，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出白虎，就是可以用这一对破解，安尼，安尼，安尼啦哈，啊一定爱用宙斯啦，哦，上落是或者宙斯三维较悬安尼啦吼，三维较悬，啊这只双子买，双子买啦吼，哎、欸，那个双子买，啊这只嘛嘛，反正就是希腊吼，咸咸看唔到。安尼啦，吼，爱用黑狗，黑狗要找黑狗，找一下黑狗，吼，这样子，吼，就是会比较，不管出哪一只都比较好过的，这样子，是啦，小张，嘿啦，伊就是安尼啦，对啦，吼，啊。然后到大陆也是看到一些风土民情，就是在沙漠啦，我们那个沙漠其实
就在沙漠嘛哈，哎、欸，那强国人呢、欸，都直接在沙漠拉屎了，就带着小朋友直接在沙漠拉屎，还有直接在垃圾桶上呢，直接站在那边尿尿，我看，哦，真的很那个了，强国人，强国人做得到了，哦哦，那我文化水准真的不予置评的，文化水准不予置评，这样子的哈，哎。就觉得很怪啊，这样子，嗯，没有，就是觉得我、哦、那边怎么样？正常情况下都还好，可是有些真的，有些餐厅哦，那种装潢好像本来还不错哦，可是它的里面厕所就是觉得怎么这样子啊？就他们厕所有时候很奇怪，哎、欸，而且他们是尿尿是一起尿的嘞。他们那尿是一起，就一起尿的，你知道吗？有些是一起尿，好像女厕是真的没有隔门这样子的。我这怎样？对啊，像我那么爱干净的人，对，我很爱干净，就觉得感觉去那边有些地方好像像当兵一样那种这样子的。嗯，哎、欸，我帮帮我。大陆的零下是零下银川啊，那边算零下的，那边有真正的零下夜市啊，真的有叫零下夜市啊，还有 VRP 呢齁，人家大陆那种地方已经有 VRP 了，我们台湾这最近才跟进了 VRP 了，对啊 ，VRP 啦齁，大陆，哎、欸，他们那边 VRP 做的比我们台中还漂亮了，对啊，女厕装哦，那人家讲的啊。对啊，我听那个讲的那谁啊，他们几个女生讲的吧，他们说了、哦、那边真的很脏啊，听人家说的啊，不然怎么办啊？啊，不然我还真的去女厕参观了啊。对啊，哦，骑骆驼，我不是骑骆驼帅啊，我是怎样都帅，就那样，你看，金城武喝水是帅啊，啊，那样。然后台湾那个不算 BRT， 哎、欸，真的，人家 BRT 盖得多漂亮啊，就是真的，还有那个仿造他们的建筑，哎，怎么对啊 ，BRT 台中那个啦，哦，一个 BRT， 对啊，我吓到哦，怎么这种地方有这个东西？对啊，对啊，因为银川那边听说就是很少人会去的地方，是最近才开发起来的哦，最近才发展起来的这样子。啊、一个漂亮的小别墅啦啊、哦！第、啊、一样，这个神魔之塔、猫空姐手机壳啦，一样的啊、哦。嗯。嗯，对啊，可能都要互相去学习的哦。然后在那边真的吃的就是吃到不知道吃什么了。我觉得他们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又很好奇，而吃下去就是，原来这样子的哦，就是这样子的哦，就觉得怪怪。而且他们东西真的都不用冰了哦，一些酸奶啊什么都不用冰，你知道吗？都没冰的呢，都不会坏掉嘞。那不知道防腐剂加多少怎样啊？对啊，就很恐怖啊。可是我们还是要吃看看啊，为什么东西又一直好奇啊？对啊，而且每天啊，真的、啊、每天通肠胃啊，每天啊。超爽的啊、哦！没啊好啦，然后这边的是要先被右边的供一下哦。我带巨蟹呢，自有我的用意，因为出白虎炸过去，或者是十四关出杀，也会直接点下去，他就死掉啦，他是这样子的。哎，而且我好像做错了件事，
好像应该要戴暗金锁才对啦，哦，戴过就穿起来啊，没关系，哦，我们戴了就戴了，哦，忘记了，哦，感觉戴暗金锁好像比较好，随便说是不是伤我的包了，哦，嗯，哎，好啦，然后来到这边没问题，咱就这那个这家三十万的房没有什么挖坑，哦，就不要点进去，这样啊，能没有喝先叠啦，就先叠。我说不定这样子乱天降太把它干掉也有可能啊，不过应该是不太可能啊，呢还已经两回合啊，哦，啊，就这边黑狗派下去要归拢好伊安尼啦，规组送伊规套的啦吼，整个送他 一整套这样子。嗯，对啊，反正，因为我这种队都是尽量不要有，因为一定要拼出黑狗的才，这队就是出黑狗出牌我都会过，我配的队都是这一种队的吼。如果你要配那种出白黑狗一定过，就是难度会比较降低一点点啦，啊，安尼啦吼，对啊，就不用绑死一只啊，这样子啊。有一个漂亮的手转机，然后他要制造一个小很漂亮的 Alpha， 然后来到了16吼，对不对？哇，有没有？就剧本算好了。印记最多可以叠五次吧，欸，印记是五次啊，就二点，最多达到二点，欸，2.4倍啊，对不对？啊，我们再来比啊，算了啊，那差别，然后来到了这边哦，画面冲啊小哦，干嘛？然后我们来到了这边，我们就可以先来个，你们打不死我没关系哈，我们不要怕他打不死我的，啊，然后一个很漂亮，然后冲过来啊。哎呀呀喂呀，哦，你若看到遮的时阵，你就个点落去了吼，这个点落去了。安子。如果出杀也就是很轻松的就解决，你只要按那个，哦，正常是按那个，可是我觉得一开始先不要按，欸，出杀我还够，我们还是要那个，可以可以用就用，因为等一下要打那个兽那边，我觉得要把发疯都可以洗掉就洗掉了，哦，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啊，关门。一万二有没有？觉得要打，我想要把八风都再洗回来，就用这个方式。哎，欸，嗯，哎，欸，这个猪好像还不错的话，我们就在这边把巨蟹开下去好了。好，来到了这边了哈，我们来到了这边，我们先来看看呀。现在有几种解法了哦，还有几种解法，我觉得直接开这个什么吹了，让它直哦，就直接不用说靠我运气了，至少我们有技能就开了了哈，不要那么神了哈，那么神也不会给我们利息钱这样子啦哈，至少这边过一过，我们在那个玄武这边来洗技能哈，这边就可以。尽量把技能洗出来啦，阿妹啦。小谢，我要绿麻冰。哦呵。王上特啊，你巨蟹一开始开哈，哦，我只是想要先把这个，你就不用一直在那边洗啊。对啊，我只是想要把包装洗回来，反正我回得回来，我干嘛巨蟹一直开？你开下去就表示你要用第二种方案啦，哎呀，哦。
哎哎哎哎，对，森林要跟我借 BB 卡，要 BB 卡。哎，你们真的很厉呢哦，耳朵都那么厉呢。喝啦，那个天降啊，林老师啊。看一下，是啊。哦，打八千多了吼，打这边已经打八千多了。打九千多了，我操你啊！九千多之后，我再来把这边的新珠把它搞回来的话，啊，九千多，然后现在都是搞不死我了哦。九千多，至少等一下。至少我们等一下出白，我还有机会去解决它了哈。然后等一下，我觉得可以了。这天降的地啊，我要干掉你的时候，这样子一直乱天降就对了啦哈。没有练咒师啊，没差啦。我们是策略性过关。我了真的出白虎的啦，我了真的出白虎的啦，就要单登掉。我们先起一个 CD，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逼出来了。对，把它逼出来啊，我们把它逼出来了哦。逼出来之后，我们也是继续洗的哦。上课你敢知影？操！哦，知影恁喊你白目。来到这，其实电影机安尼有法度了，再讲。靠背不爽啊！马丁，我们要硬破看，会硬破他的防啊！这时候就是要一些神来给他打打，那个硬破，靠背。我刚刚点到哦，我的娘嘞！靠北的运气不见了啦！啊塞！我的娘被小了，怎么办啊？一个运气不见了啦！一个运气不见了啦！我操，一个运气不见了，但这可能要30看不到才过哦。没有了啦，再见了啦，过完了。我刚手没有拎，我手滑了一下。好啊，谢谢。我手滑了一下。看，我刚刚手明我只是点了一下，干，吃东西干。
好了，我们来吃这个白，这个叫做什么？白芙蓉哈，我们这个成都市著名山，著名国林白芙蓉，九寨沟不是九寨汤哦，九寨沟。好了，火星会过啊，啊，火星我不是拍影片了，火星很简比较简单的哈，来，哦，我们先来体验一下大陆的名产，哦，都掉下来了。这个我跟大家说吃的口感是什么，先吃给大家看。嗯，你们听到声音，酥酥脆脆的，它有点像那个地瓜，我靠，杯子掉啊，妈的，它有点像地瓜酥，你看我价本，地瓜酥，然后它是比较算，它比较算酥的吧，它比较酥一点啊，哦。嗯，有人看到九层塔，九层塔不是啊，这九寨沟刚把它念作九寨涛了哦。然后他们东西真的都蛮甜的，安娜，干掉的冰块，对啊，对啊哦，我们就是刚刚一个不小心老马，哎，我刚刚不然话，而且我觉得可能要做事才打得破九十万方哦，意外，我觉得，嗯。真的是一个意外，我操，味道像它甜甜的啊，我不知道它什么成分呢、欸，它也没有说什么成分啊，还有啦，它的成分是糯米啊，猪油、白砂糖、食物添加剂、麦芽糖纯意、内有小麦，八个月，好、哦，然、哦、后我也不知道它制造日期忘了，随便吃不死人就好了，啊、哦，然后呢，啊对，我们还是要来介绍这个。那个宁夏特产，他们宁夏特产枸杞啦、哦，枸杞，我们来吃看看。嗯，嗯，嗯，地沟油，大陆应该没有地沟油，应该都不知道什么死人骨头油了。哦，哎，真的枸杞味很重，他们枸杞真的蛮香的，还有黑枸杞呢。哎，红枸杞一罐可能50块，他黑枸杞一罐卖3000块，我操！枸杞卖到15000哎，台湾的15000哎，嗯，来，它的枸杞软糖，你看就正常的软糖，好、哦，哦，而且有酒味，你知道我这个人有酒味，有酒味，这就是我买回来给大家吃的一些零食啊，都分给他们啦、啊，这样子啊，嗯，好，我们继续看来要干，因为等一下后一小时要来玩刀塔了哦，那个，我们现在干嘛？我们既然有食物体，我们不要浪费，我们来打个什么？不晓得，我们来打个，哦，这个好了哈、哦，没有什么东东。然后我们来用个随便了哈，已退出，请删。这个乱七八糟队哈。哦不老拼啊！哦，来，好，啊，不要废话了啊、哦！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来个，好漂亮的两 combo 啊、哦！他会帮我们转暗珠，所以这是我算过了，他要帮我们转暗珠。哦、你看他自己就会降到8，我们不用走转8哈、哦，这都是剧本上的一些小安排啊。然后呢，好、哦，我们这个大风车旋转，然后再移过来这边呢，移来移去，哦，啊、要不然等一下我们来打个机械兽啦哈、哦，机械兽只有3属啦哈、哦，他可能会一直乱出这样子。反正我觉得他光跟暗可能下次才会再开吧，还是怎样的？对啊。哦，我们
哎，无考虑啊吼，考无落来安尼。来。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我们来再用一些叠珠的小技巧，你就看这边上去转一转，绕一绕又绕回来，绕就这样子就绕来这边了、然后他自己会再天降给你、都不用担心了呢。啊，等一下第一关卡就十一点，新培会来这边跟我开直播了、我们一起直播就，然后我再研究希腊会过关的机会性了、我还是蛮想用希腊拼关，等一下我会研究给大家看的、大家不要紧张哈，莫慌张哦，莫惊慌啊、天塌下来有人挡了、那个挡的不会是我了、放心了、来。我在打什么？我在打浪费体力关卡哦，我在打实体关卡，这个叫实体关卡啊、因为啊，忘了，因为我等一下来打一下机械兽啊，再来，对吗？对啊，主要是刚刚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次大陆出差的心情啊、就会陆续一步一步慢慢的一直讲啦、因为等一下刀塔我就可以来解说明一下那一天比赛的大概一些看到的东西啊，我等一下刀塔的时候齁九点之后玩刀塔，我就跟呢就这次去 WCA 电子世界大赛啊，就由他们政府办的啦齁，他们大陆政府办的这样子，就有六款游戏啊，刀塔是其中一个手游这样子齁，好嘞。讲的是嘎敏齁，然后嘎敏今天有来跟我们开会了齁，然后之后我们嘎敏之后会在我们麦卡贝开直播，大家可以期待了齁，我们有谈那个合作啊，嘎敏之后就是会找固定一个时段，因为这礼拜连假，好，我先跟大家讲啦，这礼拜嘎敏应该是礼拜六会开直播齁，大家支持一下啦，嘎敏齁，嘎敏就是这礼拜礼拜六因为连假齁，我们礼拜日要忙，然后下礼拜他可能会礼拜日这样子齁、我们会对啦齁、好啦，赞了嘎敏赞了啦，对啦，都赞啦，你们还感谢完啦齁、对啦，总之呢就是大家开心合作齁，都没拜啦齁、对啦，安尼对啦齁、好，嘎敏夜下面还的哦，我都敲好啊，你是诶、我都敲好熬好啊啦齁、对啦齁、对啦，我们都帮你们敲好，我知道你们想看啦，我满足你们各位的需求啦，你们这些王八蛋啦齁、这样子了、反正 OK 啦、就这样，大家都支持我们这些实况组啊，每天有实况都去支持一下看一下这样子啦，对啊，然后就是因为双十年假我那个啦，双十年假要回去了，我帮我爸买一条风诶，他十月十二生日啊，我买一条风诶，做生日那里啦，对啊齁、你们就去看喜欢什么小礼拜六要看嘎敏先，我不知道，反正嘎敏的时段到时我们敲定好，他也会在粉丝团公布，我们会那个跟他讲这样子的齁，对啊，然后卤蛋大家等一下有特别来面等，然后我现在讲一直跟他讲过啊齁，这样子，对啦齁、以后有机会说不定也会一起开第一直播还怎样，就是或者又要来上节目啊，还是就是还想要找个合体啊，就是我们不是说之前是那个台湾选手嘛齁，我嘎敏嘉敏跟展展啊，就希望哪一天就是因为11月要办赛事啊，我希望找个特别机会，就是选手们都来一起比赛或者是开实况啊这样子啦齁，安尼啦齁，对对啦，红 A 啦齁，我老爸红 A 比一条七大浪呢，你我前年出国不是一条才六百吧，还是多少？之前帮人家买是600，我前年初，今天760，好贵哦，跟我老爸唔当结婚啊啦哦，对啦哈，安尼啦吼，系啊，啊，佮买了也买到呀，就请老爸生日请食饭，佮送一条风安尼啦吼，风诶、他小时候就叫我一直买风诶，你知道吗？小时候就一直叫我，我小都叫我六个，那时候风诶一条好像才60块吧，那小时候啊，对啊。OK， 对啦齁，都涨了啦齁，
对，起码一包百咯。我记得我那时候帮他买是60还是70忘了。对啦，哎呀，上老杯啊，就是送老爸那样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干嘛？好，就是我搞了一对。我想想，来用个火蜥队。火蜥，因为开如果要拼六回合，这个有机会了，我们来想看看，拼六回合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对吗？不要小看，我跟你讲哦，我巨象要那个，光卡三，哦，这还没练起来，三那只能用这个了。我韩国人是啦，所以他可以在第五关开韩国人嘛。那个，再一个朱雀，等一下哦，韩国人朱雀，哦，只要不要出水的，也许就是可以那个哦。但闽红诶上贵哦，红诶啦，红诶啊，红诶150哦。老白龙哥，好像大人都比较很喜欢抽风哎，那种风哎，对啊，下面比较风哎，像下面不大。哦，我爸就是，我只能送他吸烟啦、啊，对啊，哎呀，只能送他香烟、啊，不然我不知道送什么了、啊、哈。对、啊，我的老白的最爱啊，我不知道送什么。啊，啊来，他要他好像要60岁了。忘了，没有了啊，六啊，没有了，六还有没有了，靠边，啊，随便了哈，他好像60岁了，50，我不知道，五八，民国46年出生，今年103年，应该是58岁了哈，七成，对啊，再送他一个什么？没有啊，我不烟不酒，不赌不嫖，什么都不碰，这样子。什么都不碰，只碰什么哈、哦，只碰游戏这样子，对啦，对啊。而且在我去大陆啊，我的室友就是我那个跟我同行啊，说我一脸看起来就很会抽烟的感觉，我靠呗，我就，你是觉得抽烟很浪费钱吗？什么以前什么啊，我就说我朋友都吸什么七千啦，从一包是40开始抽啊，现在已经涨到一包多少70-80不知道。他一个月烟钱就至少花5000，然后靠背5000啊，拿来买石头不是更划算？哦，安尼啦。啊，我那有碰色，但我又不碰色哦。我多那个啊，有没有多正面阳光的形象？我那有碰色，对不对？人家来碰我就不算了，有没有？安尼啦，哦。啊，然后咱今麦来看嘛，这已经没办法那个啦，已经无多了，咱就乌白算啊啦吼，就乱玩乱玩。七千高炸你娘！我大学那时代不是才50的，大学那时代我朋友每天抽2包100块，你知道吗？他一天的伙食费是150，他一天就把他的伙食费三餐啊就。抽2包烟了啦，他剩50块要吃三餐，那种人多傻，别人怎样啦吼，好嘞，好嘞，偷吃鸡排，我是不浪费食物，吼，我们是好，我跟你讲，大陆有一滴汗一滴粮，你知道吗？一滴汗一滴粮，我们要不要那个不要浪费国家粮食啊？干！好啦，我选择这一趴，我选择自杀。明年冲刺爆，我干，我干，啊！好啦，我自杀了啦，我自杀了啦，我自杀了啦。没有，会过，干，
有救有救！要逼我过关了，过了！我看你们走！干了，就会过，就会过。站背靠。可是我要补血啊！啊，靠背出血了啊，林明啊！啊，没有了！变变变变变！干，想说还可以跟过去，林明啊，想说还可以跟过去，林明啊，干不死心嘞、欸，林明啊，朱雀哦，干，早就知道不要开朱雀了，干，哦，林明啊，哈哈哈哈哈，林明啊，好，塞，我觉得这个真的吧，我要用火，没有，我跟你讲，我们排行榜，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没有火系队六回合的哈，你们看一下哦。你看希腊队大概都暗系队六回合，暗系队有光系队七回合，我看有没有火系队，有火系队七回合的哦。他们这种都给我搞是准，好，我们来拼看看。无，咱来变看卖啊，人我就觉得刚刚那个，如果出两只木的。不会过了，冲了啦，我觉得要冲一波了啦，冲了，对啊，好，我们来，靠腰，一开始就四颗火珠，要洗到民国几年啊？没有了，好，没关系，没有六回了，算了。打塔也好，啊，又没有，哦，没有，都给我呢，放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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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啦，好啦，我觉得打这个不用一直拼了，不要浪费我时间了，耶、yeah ！然后跟你们来先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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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干？你连卡都不掉给我。好了，不打这个了啦，不打这个了，随便了啦，我干，放弃了，放弃了。啊，心情很不美丽呢，我觉得心情，我来打暗示什么？来一场暗示什么？打有难度了，暗示什么？来，我们看一下暗示神，我那时候是用什么对过的？来，好，暗示神那时候打几位啊？打14名哦。那我用这一对，嘿，答对哦，就是这个一定要一个破防了哈。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哎，我们的斩用什么？哦，对，都一定会绑一只大圣这样子哦。如果用黑答对的话啦，假如哎也是黑答对，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七个，哎，都完全黑答对，我叮啊。没关系，全部都是黑打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都是黑打对。龙队我没有练龙队，不用盘啊。咦，看一下，我们找赌，光北欧，一一锁叶，哎，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好。哎，不然我们来用这个一一锁叶。我们的阿明啊，阿明在那个咱冠军的队伍来看看，好像还蛮不错的，用看看来，用一下，看一下这队好像蛮特别的，来用看看啊，一一锁叶，他好像是放这只啦，又放这只啦，又放这只，哦，然后他有塞一只主角啦，我看到人家塞一只主角。他杀了一只主角，杀了一只主角，主角，哎，主角，他杀了一只主角，然后再放一只这个吼，直接可以破防吼，那个这只啊，蛮牛，这只蛮牛就是要让你四连击一下，全体防御力变好，这个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这个啊，这个看看，干嘛呢？阿明会用的队伍好不好用？啊呢？哦，就是他用的队伍要转三属啦哈、哦，知道？对啊，因为个人没练龙队，所以就没有这队可以玩啦。哎，一开始好像是技能啊。哎，好像是，如果要稳一点过啊，那起个技能好了。哎，火珠怎么那么多？哎，刚刚玩火系对火珠都没那么多。领导啊！几个技能来了吧？哦，一万五！消的时候要消三属哈，你一定要消有三属才有倍率攻击啦。哎、欸，啊，然后等一下要做单体啦，我们要做个单体这样子。然后进场之前最好是按珠那个光珠把它绿一下啦，我们。暗火，哦哦，哎，好香啊！
球。等一下下来，我要把那个光珠用掉的话，我觉得先把这个用掉了。然后再来开这个啦，加个这个，看一下，开了之后上去，上去，上去之后转一转，绕一绕，哎。哎，刚好啦齁，刚好啦，我们就这边。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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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安安。哎，又被敲了一下齁，被敲了一下。八风王我不知道怎么会出啊，欸，连七风王的第一集都还没出了，八风王应该没那么快吧。漂亮的叠珠哦，两二叠法那样，两层王那也就懒得了那样。好啦，我们来到第八关哈，第八关是什么？这个跟墨金荒哦。真的攻击也蛮高的哦。哦，您哪看到这两个人啊，吹落去了，这个吹落去，五五二，看一下，就等啊，等一下是我要转那个，我等一下开爆发之后，先秒掉，然后开了一个。应该说等一下我怎么开，先开了一个这个，再开上去这样，开爆发。等一下，我想要等一下怎么开啊？我这边我先开个古典来，先开一个。这家喊你高哦，不要你高哦。哎呀，还是这边拍牛王啊。再来一次，打不死就算了。感觉要拍爆发了哦，牛王，你要拍一个牛王。对啊，感觉要开联网再洗了。第九关是，第十一关是礼部嘛，20%，我开玄武去减伤，然后最后第一只要用这一只，
然后再来，他是全部把你转成暗珠啊，策略失败，应该先开牛王叫。嗯，我主伤的字幕都忘了，好，我都忘了主伤的字幕，我们能。死了啦，玩不下去了，玩不下去了啦，玩不下去了，玩刀塔了啦，要玩刀塔了啦，玩不下去了。啊，我觉得来玩刀塔了，嗯，心情不好了，不玩了。心情不好了啦，哎，先来一次。心情不好之前来吃吃。好啦，九点到啦，还是来玩刀塔的啦。对啊，晚点再来打直播，第一直播齁。晚点再来玩第一直播。我们刀塔进入。欸，可是刀塔要敲一下东西啦齁，我们刀塔要敲一下。刀塔要敲一下。要把这可爱的骆驼娃娃用掉，然后刀塔要移大一点，等一下，用一下哦。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刀塔的画面，刀塔，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排刀塔会比较不一样。喂，我看一下刀塔画面。刀塔这样子，看一下哦。刀塔。好像没有反应了哈。刀塔有没有画面？刀塔有没有画面啊？哦，我们刀塔有画面吗？刀塔，我看一下有没有画面啊。有画面，它会很清楚吗？因为我觉得怪怪的。哦，然后就是，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宝箱啦，齁，一天可以开五个，一天开五个，开五个类的任务的完成啊，一个黄金零件，这样子。哦，主要是一些任务啦，齁，因为这个一天打两次，我已经打到，这是五十几位开放，这个，我就对对，我巫药也快练起，巫药练起了。不是符，杀西米的清除。等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放哪里？它怪怪的、哦。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啊？这样，好。然后其实技能点蛮主要是梅杜莎可以控场，可以断人家的招了那种功能哦。啊，巫妖的变变变变变哦。因为这次我们去那边也有一府的高手，如果有玩刀塔的人可能知道瑞瑞了哦，他在一府真的很强哦，一府高手有偷一些攻略哦，然后他有教我们一些配对上的一些东西了，安内了哦，不过也只是安内好 OK 了哦。因为有些他有去玩，他有研究过一些入府的角色，因为很多强势角色在入府之后会登出了哦，像一些猴子啊、人马啊。而且有些角色是前期、中期、后期角都要去看那一些讨论，就是分析每一只的特色这样子啦，齁。对，就是可能有些可以练的怎样练这样，然后没有领个奖励的齁，来试练一下。啊，这架就是这架就石头怪啦，齁，高轮石头怪啦，高轮哦，魔法哦，物理攻击无效了，物理免疫了，我们直接自动攻击，不要在那边。哦，我们就让直接攻击了，不要在那边废话了。好、哦，瑞瑞关台了啊！对，瑞瑞也有在开直播了哦，这样，而且他跟他哥玩路虎的，我们都有去啊，真的很好玩啊！哎，所以有人也知道瑞瑞了，那蛮不错，希望下次有机会也能找他上节目了哦，安内了哈，还是瑞瑞来看一下直播，瑞的台都来看你了，哦是啊，瑞瑞的台来看我，哎呀，我觉得下次我可以找瑞瑞来跟我一起直播啊，对啊，真的、啊。因为我们也要采访瑞瑞啊，哦、真的，哎，真的在巴哈应该是刀塔的邱嘎敏，刀塔邱嘎敏，嘿，对啊，哎，可以把瑞瑞找来了哈，跟他打赛一下，就对没玩刀塔，当然可能不懂，可以抓来玩这么，哎，我觉得刀塔，因为之后他会有个这边会有个连线对战的蓝鸟对战，就是。他们之后的，我觉得最好玩就是对战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很多种角色了，三战两胜或一举决胜，就是他们蛮心机，就是你先选一只角色，好、哦，可能你哪一只角色你可以先随机，应该说我先讲讲，可能前中排嘛，哈、哦，你可能先选了一只白虎出来，好、哦，你选了一只白虎出来啊，我用个地方教大家，就是类似那种蓝鸟对战了，哦，我们这个，哦。我们先，哎哎哎，我得转接，吼，我得转接来讲，吼，就这样子。假如我一开始，我先想说，我先派个梅杜莎，哦，他们就可以另外一个就开始选第二两个角色了，好、哦，他们就选两个角色，哦，你可能可以先想说这一局我可以先派那什么这只啊什么，好、哦，因为我没有敌法了哦，因为敌法可以用蓝胖去克制的哦。就每一只可能都有相克什么的，你可能先用个引诱人家派哪一只出来呀、啊？好、哦、啊，他们选两只之后，哦，又换我们选；他们选两只之后，又换我选两只。哦啊，然后一个他又选两只之后，哦，一只两只，我再挑两只，他们又挑两只，我又挑两只，他们最后又挑一只，就他是互相的这样子，就是让人家去猜你要用哪一只角色这样子啊。对啊，因为我发现有些角色到后期还是有用的，就是看巫妖可哎、欸、不是巫妖，到后期还会用到了，好像美杜莎有时候后期会用到白虎，哦，好像人家都会把白虎跟小黑啊这只小黑配在一起哦，哦，这只也蛮强，光体，因为大陆还有凯尔哦，凯尔那种强势角色，蓝胖我有蓝胖哦，蓝胖可以来克制敌吧，因为他是。前排的，哎、欸，他是前排智力最高的，所以他可以去克敌吧。对，那引出一些，我觉得大家都会把这个物理配一组的，巨魔战将，哈，有些冲物理的攻，就是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特色。因为我角色不多了，哈，还有我遇到一个四辅的中章了，哈，中章啊呢，哎、欸，我马是几家，麦公是几家，还有说有配一组超级波流，可是我好像没有他想要的角色，嗯，超级。潮汐啦齁，杀了一头安尼啦齁，可以 cos 这些有的没的角色齁，然后听说以后还有一些系统啦齁，因为目前我就这样子啊，我有自己练的这一队的阵容，好，重点就是我们要来打这个咯，大人大人，我
们先来欧转接哦，咱先然后自动战斗呢。哎呀、啊，十七哦，因为我的工位我找佣兵就只有一只十七的哦，啊我十七怪收集完了这样子啊，啊那样、啊，就挖东挖矿，你越挖越多，就是还可以分享跟人家一起邀请你防守了哦，就越后期越挖越好，就是你要去投资这样子的，啊那样、啊。萧瑞成，瑞瑞来了，彼得，把安安解。一个月没挖到钻石了，骷髅，我骷髅，我才刚收到的啊，我骷髅王才刚收到的啊。哎呀，萧瑞成是瑞瑞啊。好、哦哦，我们继续挖啊、哦。一个月没挖到钻石，啊、哦，像这个就没可以掠夺人家的，有时候会生产比较多，你也可以去分析一下那挖矿的这些东西啊。哦等一下，有人防守记录也要哎、欸，防守记录也要点哦，也就是这个这些可以补体力哦，防守记录买在补了哦，这个哦9000的啊，随便啦、啊，就挖吧，好嘞，哎呀、啊，肖瑞成就是瑞瑞哦，哎、欸，哦对，那个蓝底刀就是现在有双塔了哦，神魔之塔要刀塔了、哦。啊，蓝瑞瑞等于邱八米那种吼、哦，高中玩家要教学啊，真的教大家真的，对啊，对啊，不过真的啊，因为我是用笔电开了，这个视讯镜头也叮当了哦，也叮当啊那啦哦，啊生病哦，为什么生病？在大陆干嘛？还是那时候就感觉不会，对啊，好了，我们先来这边，我们宝藏哎开彩虹了哈。哦，九点会重置的哈、哦，九点重置之后，这些都买一买，买一买，然后钻石要留着了，因为我打到第八章而已，竞技场425，所以竞技场就是赶快挑选一些战斗力跟你差不多的啊，哎、欸，259名这个可以，哎、欸，可以靠它，我觉得这个我会，哦，这个我觉得我会，好、哦，等等，软软的被妹子传染，对。拍拍好像后期没力耶，我觉得拍拍在后期好像没什么力量。对啊，有些角色后期的，像陆虎有一些像猴子，哎、欸，猴子人马真的，猴子人马啦，还有那一只什么牛啦，神牛，哎、欸，神牛后期超强的，你不要看他浅浅，然后看我为什么被秒了，哎、欸，为什么被秒了？擦，为什么被秒了？好，我们还有远征要打了啊、哦。看一下，领取奖励，好，我们来膜拜人家哈，因为我还没 VIP 9，我们还是膜拜一下，又有体力了，好，我们膜拜一下，有体力了呢啦哈，然后有体力有钱了，我们再升级一下了，升级一下，不要，不要了，女王，哎、欸，我看陆府那边也没有人在用女王，后期没有人用女王，对啊，好像一点。角色蛮变态的、啊，像熊猫、哦，熊猫在路好像很好抽到，还是怎样？熊猫迪巴、啊，还有圣堂凯尔那些都强势角，真的，我看大家都选那几只这种配哦，这样子啊哈。OK， 我们先来打一些关卡哈，因为我打到这边第八章要61级啦哈，然后精英啊，我这边还没过，这边还没上新呢，所以我来配，想一下，怎么？好，可能有时候技能点要对好了哈。对啊，啊，我刚刚有说到，就是那时候统神啊、东海啊、凤梨妹、杰哥都有去嘛，啊，他们都有玩，然后就也有三浦的师，都是我觉得去的玩家都是前几名，你知道？对啊，好像四浦的中张香港人啊，可他玩台服的哦，香港玩台服，哎、欸，也都第一名过了，人家都攻了很大，有没有？这样子啊。嘿，然后一个是统神的朋友，他好像是三浦的吧？哈，我有点忘记他的那个。好、哦，那个那个恶魔法师被棒子叫我顶高啊！是啊，恶魔法师我懂，我靠死啊！那哦，那个蛇女啊，是啊！刚刚梅杜莎没加封蝶，因为恶魔法师可能刺激高，反正就挡住了、哦。没有二郎刀，所以拍拍很容易在这边死掉了。啊，是啊，是啊。
因为我有想过用小鹿去补血没效，就是要赶快，还是技能要再练。统坤不是统神，哦，因为统神在那时候被人家误以为那名字被人家认为是统坤啊那样。什么？刚刚是什么东西？哦，然后就一堆角色啦，哈，可以装就装了啦。我觉得好多角色要练哦，为什么台版那么辛苦？不懂，为什么台版那么干杯猪感觉那猪背刚啦，那猪背刚刚那样感觉那好酷了，我真的要练了，来练一下不懂？点点点点点，哦，升很快，升很快，不懂，你把它练起来。可是没钱了，惹来点金死钱。看看报纸，点到四十，哎，我们点到这样子，先点到这样子，哦，继续提升自己的技能了哈，长杖长刀，拍拍嘛，六，啊，这点三个就没有了，钱好难赚哦。再看，我觉得我现在都神领最多点到这样，然后一百就不要点了哈，因为我们还可以吃这个体力，有没有？哦，今晚嘛是过来扫荡这啦吼，现在扫荡一下，有些你要的卡可以去扫荡。我来看一下，我要哪一只？风行也扫荡完了，沉默全冷，火女后期是骷髅王扫荡，哎，风行，对啊，因为我还没有风行嘛，想要扫荡吗？对啊，那个闪电悍将什么？这叫什么？闪灵什么？我忘了，那个叫闪电悍将。接下来，闪电幽魂哦，沉默术、死亡骑士这样子啊。对啊，有一些比较那个神鸟也没有。哦，什么英雄？然后可以扫荡一下那个小 A， 小 A， 小兵，我看一下，要还有哪一只？感觉我也想收集每一种角色，我也想收集每一只角色。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嗯，哎。我那个，因为我觉得他放大招，我一定要把他挡住了。我如果把痛哭女王换这个，沉默可以沉默住他。想一下啊，白虎，痛哭女王感觉比较强，等一下呢。再看一下，对，你看3041，正常应该会过。这边后面先不要管它，我们先把前面几只顾好。哎、欸，有没有推荐我要？如果我要打这个三，因为我那边就是最后嘛，那个恶魔法师。好、哦，哎、欸，等一下，我先来换一下这个，换一下哈，升级师换一下。有没有推荐的？可以推荐一下我这个我目前的队伍啦哈。我目前有的，你觉得？哪边换会比较好过、啊？有没有推荐一下？啊？有没有觉得我这个阵容还是刚刚时机点不对啊？按的时机点要什么修正？哦，分享一下。我在14服啦，我说我要打这一关啦，哈，我要打这个精英的这个温力宝，因为
他后面会瞄我拍拍的，就我一定不能死掉啊哈，我一定不能死掉啊。假如我不死掉的情况下，是现在这阵容还是换哪一只？双头换痛苦，好，我们换一下，好试看看了哈，只是断招的时间啊。我前面要开技吗？哎呀，啊，我不死棋啦，拍谁啦？我赶紧叫拍拍主力坛啦，我叫拍拍主力坛你们。啊，我只爱开招了。欸，我觉得没不会啊嘞，等级也有问题了。啊，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觉得到这边都好难打。那个，一个被放。等下，我你把说干你吗？刚好刚好，过来！刚好他开大招的时候做了个敲死哦，假死我！不要！刚刚，真的有差，嘿，远征要打，哦，有我打远征啊，可是我每天远征都只能打到十一、十二那边吧？不要把我搞死啊！用好友的，这个，对哦，可以用好友的哦，我以为用远征才能雇佣兵呢，干，来，呀，干，我。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用我的啪啪熊，你知道？他陪我从第一章打到第八章呢。我靠他吃遍大街小巷，干他钉子，我拎靠背。是哦，靠要打得那么辛苦，然后我完全用靠他，你知道？帅，是可以这样子哦。可是重点，我工会有没有啊？那个有没有人要加我工会的？那个的。我来公布一下工会啊、你们上电视的工会成员，好、哦，就录至少50几了哈，那我现在缺2个了哈，我怎么不知道、对了，我们看一下工会成员一些佣兵，我所有佣兵看一下，我知道我工会只有一只死棋，可不可以谁换一下死棋给我？工会有看到了，换死棋给我，走，哦。工位 ID 10115，然后底是14伏这样子，目前没有人申请了哈，换死棋给我，操！我要死棋，对了哈，我被死棋了那样。还有知道哪一只可以练？骷髅，先把它进化，难行那个进化哈，数值。带上他去，没有树枝的、然后其实高塔都有一些东西很奇妙，你看看，像一些东西其实都蛮不错的哈，像呢这个加速手套，单身好青年必备哈，加速手套就一些，它有一些那个一些注解都是他们游戏的厂商有一个人配，他也有去了，跟他聊，其实我觉得这次去的人都蛮有梗的，真的每个人都蛮有梗的，安尼啦哈。然后我们战力这边呢，这边倒精英，你们觉得？我看一下我还缺什么，因为我这个强袭还差一个，强袭差一个，近卫营地，精英小，没有哈、再买一次体力了哈。强起天，合成，他都有一个导览哦，你看你有没钱呢，我觉得100钻，感觉100钻，
我是抽魂甲，不然怎么讲？魂甲，来抽一次魂甲了，看有没有抽到钱呢、啊？好、啊、像没钱了，要换。抽个是魂甲，哎、欸，抽到你了，卖一下东西，两万五。哦，刚好可以合成了哈。好啦，安尼慢差不多变足强的感觉，吼、哦，突然间家己感觉变足强安尼。哦，欸，我觉得这个算了，现在打这个，打死。哦，重新开始啦哈、哦，我们一开始当然也在诸葛佣兵啦、哦、我看一下，有骷髅王嘞，骷髅王打远征好不好用啊？还是要死骑哦？没有人有死骑的啊！我雇骷髅王干嘛？啊？对啊，两百针就有钱啊！租这一只好了，死骑。有人抽到那个很多钱的我看有人魂甲抽到很多钱的，好像50万什么的吧，对啊，我有在魂甲抽到人死棋哦，啊没有死棋啊，啊就没有死棋，你看，啊就没啊49级的死棋好吗？不好吧？没死棋啊，啊就没有嘛，我倒啊，人都无啊，可以中枪，我死，那就哭了，就真的。哦，怎么按下去了？靠背啊！阿力，对啊，哦，靠背啊！不是啊，我靠背，我想要过，快换哦，好可，哦，可以看成这样子啊。对，有这种无耻的那个，SL 大法哈、哦，吓我一跳，靠了，叫什么王大人？是我，干，咪咪啊！我想讲，我已经雇佣，我是你雇佣嘞，你啊！哦，你老师诶，臭爷呀！干，又不是什么动这三国无双嘞，跑一打五，啊，能我听，呀，看这个技能要留着哦，男人技能留着。然后我们换下一组了哈，我们还是要有两，下一组我们换一个队。我们就换一个刚刚还有机器了，真招啊，打人了！来，拍，别死啊！我觉得他应该要做可以帮队友复活的那种角色吧，应该要做一只可以以后可以帮队友复活的角色啊。对啊，我是多么做那个脚踏实地的玩家，很少在用什么轰箭的。来，我们再集几只德气这个。请信我闪几个你啊！干打好痛哦！现在他的怪已经那么强了、哦。我想说现在前面还是很鸟的。是啊！换空间，对吧？换空间，好了，我觉得哈。这一次打不好。
AirPlay 没有，等一下、哦、AirPlay 没有，然后，哎，有了有了，哦哟，它画面变很大，它画面变很大，我、哦、画面变超大的，大娘大娘，我要画面变好大。然后呢？哦，这巧姐在巧姐，我，好、哦、这边好，它画面变得非常大，我们就进入游戏了哈、哦。哎，笑死我！哦，然后呢？好，现在哎，刚刚就是哎，继续继续继续，我觉得我都刚刚拍拍要死掉了，我还是不要陪吧。来啦，刚刚那一场不好就把他推出，我觉得招还是放好的，那我就一个，我就招给他，对啊，对啊，没死棋我要硬打上去的。啊，对啊，课外拍拍，哦，然后拍，把他们都拍掉。嗯，对啊，哎，已经有人在收人了，然后还有谁在啊？目标打到第九关，我至少打到第十关了、哦。卖矿我那呢了，我马上弄 A 了。嗯，寻找在世界上的宝藏。这个等级多少？五十一级了。我需要骑蓝霜草鞋。如果不用拍拍用船长，挡得掉吗？哎，船长啊，我的船长没练好烂了，船长要死掉了，船长要死掉了！啊啊，船长死掉了，船长死掉了，船长没录用了，船长没录用了。好，小，好，牺牲打，牺牲打，牺牲打。好，是牺牲两个那个，哎，来绿本山系，绿本山系，小鹿盲系，小鹿盲系啊，牺牲了两位，啊，我已经牺牲了两位战友，哦，我们的战友，说话不打脸，今天兵之血啊，请保护。我觉得哈，我觉得还是那个好了啦哈。嗯、啊，又开大招啦，又开刀。嗯嗯、欸，我觉得这还蛮好像还蛮好用的哈，这个好像还蛮好用的啊，感觉这一次配布啊。哎、欸，
嗯，骷髅王上场吧，骷髅。躺地中枪。张震。叫我女王大人。正中指引我的方向。靠呀！鬼都被吸掉了，被吸掉，被吸掉了。啊！骷髅王，没博。先说好不打脸。呵呵，场地中枪。哎，我怎么靠？没有，等一下没有用到小鹿，我没有用到小鹿。啊！我刚放错了，放错只了哦，放错只，嘿，哦，哎，骷髅快复活好，刚放错只了，哦，太紧张，太紧张了，呵呵，躺地中枪，这样子，大气侠的礼物，我女王大人，你正中眉心。愤怒指引我的方向，叫我女王大人。啊！远征可以不用放白我，远征不要放白我。你是我愤怒指引我的方向。长了长了长了，要灭了要灭了要灭了，要灭了，灭掉了，灭掉了啦！先说好不杀人，你正中眉心。是啊是啊是啊。极目，请息怒杀他。哎呀，靠呗，堵烂了啦！啊，全部都给你上去，全部都给你上去，全部都给你上去了。再见了。好，我只有两队主力了，其他都不用了。啊，没有了，都明天啊，就这样子了。那、啊、都没有人有死期了，都没死期了，再见了，啊被打了，拜，疯狂的小雪，哎，偶像故事吧，嗯，啊，继续来这个好了，再挖矿。光法远征必备，光法，
所以要把方法练起来。还是我拿几只神仙点笑。我想说有就给他点一点了呢。你为什么要放弃像我这只光法啦、啊、这光法可以练。剑圣玉游龙剑圣我要进阶阿伯停啊又没钱了又没钱了。好就今天就是要我、哦欸。其实我都要把它这个合成到啊。好这个又被打了啊。这个每天大家都135246啦。哦，一四日他都有什么开启啊？这是女性角色，哦、这是哦，高伦石头怪来了，不叫法术攻击有自动战斗呢？所以我先把光法练好啦齁我先把光法练因为我巫妖双口都有练剩下光法在诸之死期刚刚好。所以我先把巫妖练满再练光法啦齁。有啦齁我们11点清北会开采齁我知道。好、哦、所以我可以去冲这只光法旗了就对了、哦。其他都不要理他了。哦、没钱啊没钱啊。小弟没钱啊。快点啊来膜拜我啊。真的是有。也没有人加入啊。一直轰死旗了我也没有在争执也没有死旗。直轰剑。啊这个装备点他应该没差吧给他们穿这个有的没得应该没差吧哦。巫妖被潮汐是哦我有潮汐啊。巫妖配潮汐。因为我在收集沉默术士跟死亡骑士啊而其他就还好我觉得下面的就还好。我知道牛会跟那个对啊。好这个打完了齁这个打完了。宝箱诶今天用完了我看我今天任务接完了啦齁今天的任务接完了。齁。巨魔真的不要理他了。好继续来打精英啦。诶这个度双头。我用这个吗战力高的但不会上瘾真的角色就先暂时不要上瘾。哦远征是看你战斗力的齁还是怎样自肉57阿呆的小蓝龙我刚刚是被他干掉的
遗忘我，但我想挑战你。欸，痛苦女王，我现在好不好啊？像痛苦女王现在在打的时候，总觉得她有时候很强，有时候会有。啊！棒子就棒子就。神牛，我没有牛啊，我没有牛呢，没牛啦，被干掉了啊，精灵啊，先用这个看看，因为他这一关好像一开始就只有一只小怪给我去集气啊，那我不知道这边要不要放了。对，我这，但对啊，靠北啊，物理年又要立了耶。先退出来了，好，还是不要带白，带小鹿来补血。大自然的庇护。我这样子。因为这边我一开始都可以，物理免疫。不见你自己换组工会，真的没人再换。没有啦，退出扣三体力而已啊。对啊，我要打三颗星啦，我要打开三颗星啊。如果这个才打两颗星啊，然后我在想一些配对，因为我队伍，主要是这边要开的技能。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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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练远征哦，先把不要急着推哦。
啊，不救那个小鱼的潮汐波流。嗯，然后跟到我目前队伍啦，我有乌鸦，我有练，算练起来，要练起来了啦哈。我现在有人推荐就是守卫啊，哦，还有这个我骷髅王啦，潮汐我也有啊，可是从来没练呢。嗯，小鹿光乌鸦，我再试一试哈，小鹿光乌鸦。看消小鹿换乌鸦，你是好人。有，我双口都点满了。啊！哦，神魔十一点，我会更新版再开那个啦哦。钻石矿哦，我是后期才挖得到钻石矿啊。嗯，啊，等一下十一点我会玩那个哈，就会更新了再开了哈。啊！我死风行。哦，差一点，差一点，哎，哎，有差哎，可是真的有差哎，我是觉得真的有差。哦，目前我有装这些的技能升级，就是钱要够啦哈，所以小兵也快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先点哪一只，先把光法练起来。走，有五钻石光是五十五级了。哎呀，潮汐要练吗？对啊，吼！突然间觉得巫妖又神起来了。还是。嗯，药水卖掉60本哦，对啊，欸，假如我到时换我要再换哪一只守卫跟这个乌鸦一直换啊，嗯，潮汐波流，好，因为我有听那个中章有说他的潮汐波流了，所以我现在是光之手而已。这个看一下，极限球，体健有到第八章，嗯，我看一下极限球，嗯。50级，因为我现在点一个要那个了，点钱要100了，舍不得点，可这个还可以买，就还可以多买一些体力。
空间。你来说哪个就、欸、有没有建议说我可以说哪个啊？来，光手无人，机械，哎，明天有、啊、我都会打，我那个都会打，这个我都会打，哎、欸，还有次，大姑。骷髅王嘛，哈，拍拍熊这种换掉了，没办法，拍拍熊是我一开始的主力啊，拍拍熊，对啊，十一点会跟新北直播粉抹啦，哈，嗯，对啊，我知道骷髅王很多人竞技场都在用它，嗯，因为我们录，因为有些角色，因为我们去比赛看路虎，有些角色我真的都蛮在竞技场蛮好用的。嗯，赌王，你死亡之血打完了，哎，没钱花了，还是有没有推荐我再刷哪个东西？骷髅，知道，应该怎么赌？黑鸟呢？黑鸟掉下了，水晶的红角。欸，像说这个有没有推荐我要刷到哪个地方比较好？原始期双头乌鸦光路小法，嗯，所以我可以去把，因为目前我可以用到小鹿啦，哦，这边可以用小鹿的那种，嗯。骷髅王也有了，嗯，我这些前面的要刷吗？还是要再给他上去？欸，你们会不会一直刷一直刷，就把这个刷完了？是不会啦，刷小鹿哦，小鹿可以刷就对了，值得刷。嗯，这边有骷髅王啊，打到新路。嗯，对啊，有小我去刷啊。因为游侠的沉默很好用啊，我看游侠风行是一开始很强，可是后面好像，因为你打那个一定要有控场技，你知道吗？把他那个或那种放那些，就会控制，而有一些把他一些放一些那个啊效果的啊，一类罗的放胶啊，嗯。往这一只，好的，所以要刷一点重点角色就对了。这里我们就不要理他了。后期没什么，一发当个小黑的精英，对。哎呀，来，都刷二十钻了，嗯。哎，沉默术士要不要刷？我值得刷吗？沉默术士？我这边其实我蛮想收集一些英雄的沉默术士啊，然后我的小兵也快升等了，欸，小兵要升等了，小兵要升等了，要不要刷一些？
神心术哦，呀，沉默术是，沉默好用，呵，因为我看有些人。他好赚还是什么？所以我目前就是沉默嘛，哈，明天他第二次多少？50钻就太坑了，50钻太坑了。好，有些可以留着明天用的哈，因为你们都会刷精英嘛，哈。冰女潮汐一节小路小冰女，冰女直播说，就直接买哦。啊，有了有了，可以升了可以。哎，其实我玩的我比较想收集各角色，其实我比较喜欢一直收集那个角色。十二班没钱，拍谁？没钱，跳粉。5S 啦哈，我用5S 这样子。然后竞技场就是，哎，我假如竞技场哦，我不用痛苦女，用这个会比较好吗？这样子会比较好。啊，赚，有时候会出，我有些是拿去私人通过啊，灵魂石算重点角色，363。我觉得这次打得过。最后一场，我想要打一个可以冲一波上去的，42297344，拍拍换骨啊！不啦，我这样没练练啦，我还是拍拍最强啦。没有，我只有这次拍拍最强啊。我没有其他坦的啊，我这拍拍是我的坦啊，对啊，哪个比较好？痛苦女王跟你哦。叫我女王大人。哦，阿拉伯的没有啊？啊，防守阵你可以换光法。哦，哎，你没有啦，因为我还没练呢，以后要等我练起来嘛，哦，这些还没练呢，就还没练呢。对啊，我只能放我最强的，我正常都我都用这样的，我觉得梅杜莎竞技根本放不到，不要。那我要挑哪一个？感觉我想挑200多名的，17，等级又哦310，感觉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会。啊靠边！哦怎么又哦？我忘了换。对啊。不要打了，不然我没打。哎，我刚刚，哎，放下，赢了，赢了，看真，哎，我觉得他有时候明明不是换到了，我是防守阵型按到了哦，哦腰啊，哎，防守阵型这样子比较好嘛哈，哎，所以我明天再来，我既然是升一下好了哈，升一下，因为应该没什么可以卖的，卖一下那个可怜到哎，
欸，这个药水可以卖掉吗？可以当卖掉。不要再请大炸的。而这个要给这个吃啊，就是叫我练光之守卫。好。哎，光，可是有些技能可能要再去研究一下了哈。什么该点什么该动感光波，超漂亮。啊，200钻我就不点了，我都大概玩到这样子啦，然后装备部都有。欸，我那时候都很想把它集满，有没有？都，对啊，为了那个那时候拼那个排那个。装备，装备，不想当装备。啊，今天刀塔就是来到大概玩到这样的，我已经10:06敲过老黄金塔吼。啊，等下来再等来来开，因为新配11点会来了吼。跟他说11点会来了吼。啊，礼拜四台线我们就会陆续介绍刀塔，就是礼拜四会说明我们这次。去 WCA 可能有一些影片啊什么会跟大家看的，啊，然后东西吃吃就会开始吃一些当地我带回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啦齁，哦，对啦，礼拜四这样子齁，哦，啊之后我们有一些花絮影片之后会再剪出来放给大家看，我再介绍给大家看这样子。13点满先点132好。光宝道子就是点132嘛齁。132。喂，我是唔免啦，我食饱，嘿，你著看你买你个，哦，拢好啊，吓，啊，拢会知啊。啊，你要到啊呢？哦，你要是我刚来，我去买，嘿，嘿，嘿啦吼。啊，然后就是我们礼拜四再见啦，因为时间也到了啦，吼，今刀塔介绍这边之后，陆续会介绍双塔的游戏啦，吼，双塔游戏都会。对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小仙子在想嘛，我是在麦卡贝的会议室里面啦，啊，蛋姐准备来直播神魔地关卡啦，啊，刀塔的心盖小到家，蛋姐继续那年神魔啊呢，齁，哦，啊礼拜四的时候看台线就是到时我会把一些东西都带来啦齁，哦，再齁介绍一下齁，哦，就大这次大陆出差的东西会比较完整一点啦齁，哦，陆续啊那有啊那啦。哎啦，我台南人，哦，我南部人对啦，下港人安尼啦，下港人，带乖乖的 ，Hello， 哎，吴健哦，是谁啊？吴健哦，其实，哎，你是跟我们一起去的人吗？还是怎样？还是若有，哦，反正我们私底下在那个，哦，对啦，哎，瑞瑞那个瑞瑞，我，哦，加你 FB。哦，不然要那个哎，还是你有粉丝团？我忘了，我这你 是有个粉丝团什么的？有，先加你好友。哦，哎，好，哦，我们再来那个黑啦。那个帽子就礼拜四啊，哦，就可能会看得到，反正就是一些东西礼拜四再介绍啦，哦，然后那个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蛋姐的继续那神魔地体直播啊那啦齁，哦，好啦，对啦，就是要请教一些刀塔的一些齁，哦，我们高中玩家啦又互相交流啦，对不对齁，哦，这样互相交流当然后很再去多研究，对对，感觉在嗯，哎呀，有啦，我都有什么的好友，哎呀，对对对对，哦，好多对对啊，那然后，那我们就是今天实况就到这边哈，哦，我们今天实况到了这边，然后我们就是礼拜四见啦，我们就礼拜四见啦，呵，礼拜四见，呵，啊，然后要看什么，再点过来看啦，啊，要休息的就可以去休息啦，哦，那啦，我们礼拜四见，哦，礼拜四见。
啊，不是礼拜四见了，靠北啊，等等又可以相见了啦齁，啊来了，齁，啊我们再介绍一下，我带这个来给大家吃真的齁，拜拜齁。嗯，哦，好，那我们再来，后礼拜四节目见了，那我先关台了齁，拜拜。